80多岁了，退休了，觉得禅、教、密都用不上力，最后全放弃了，死心塌地念佛，告诉我，每天念三万声，正确。而且年岁大了，他三万声怎么念？ 三万声是计数，每一天不缺。他住在乡下，在乡下散步，吃了早饭，出去散步，转一圈，大概2个小时吧，两三个小时，三万声佛号念完，他是一步一声佛号。 也就是说，他走了3万步，又是运动，又是念佛。这个方法好啊！如果恰念住，计数不能摄心，那就用 印光法师的方法，不必计数，就是这个佛号，十句十句一直念到底，这个方法能摄心。